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北京时间1月25日，快船和雷霆的比赛，快船球星伦纳德上脚 ，New Balance The Kobe， 他的队友保罗乔治上脚 ，Nike PG 5 Essential White， 这个配色预计是2月份上市。和快船队球袜挺搭的快船替补路威上脚，匹克泰迪闪现二红蓝鸳鸯的鞋底，有点帅，国产球鞋的颜值也不错。他的队友雷吉杰克逊上脚 Nike PG 三一黄一蓝的鸳鸯，配色 PG 三的实战性能可以的。雷霆队的亚历山大上脚 Converse All Star Pro BD EVO， 他是匡威的代言人之一，这个配色就叫他雷霆城霸猛龙和步行者的比赛。猛龙的范弗里特上脚李宁闪击七 Premium 新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，他的队友本布里上脚 Nike Kobe 十 Christmas 科比时代的圣诞节，配色魔术和黄蜂的比赛魔术。内线武切维奇上脚 Nike Kyrie 七 Sisterhood 致敬女性运动员的配色，黄蜂队的海沃德上脚 ANTAGHR Go Hard 黑白金的配色还是很酷的奇才，和马刺的比赛奇才队的威少迎来复出上脚 Jordan Winnett Zier 零四 PE 最近频繁出现的白金配色也用在了威少签名鞋上，奇才星元乔丹贝尔上脚 Nike Kobe 六 Pro Tro Green Apple， 也就是咱们说的青铜侠配色，他的队友杰罗姆罗宾逊上脚 Nike Hybrid SR 三十扣，配色灵感来自日本传统工艺。马刺队的莫里上脚 New Balance 2WXY， 他是 MD 品牌的代言人之一，白黑的配色很马刺雄鹿队的字母哥 Nike Zoom Freak R PE 迷彩的元素很有个性。再来看下昨天的球鞋，湖人队的哈雷尔上脚 Atmos X Reebok Answer 5 All Star 全明星，配色篮网队的欧文上脚 Nike Curry 7PE 德鲁大叔的球鞋与众不同，火箭队的沃尔上脚 Nike Kobe 5 Pro Tro PE 强哥个人专属的配色，爵士队的米切尔上脚 Louisville X Adidas G.O.N Issue 2路易斯维尔大学专属配色，最后一双库里的球鞋阵楼 Under Armour Curry Flow 8 PE 库里三分进球数升至历史第二，这配色和勇士复古球衣很搭，这期的球鞋哪双更好看？每日球鞋资讯抢先看，私信球鞋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